灵性与工作的平衡，云南大理开悟者 Yarchuk 传导时间，2021年1月3日以下未简称 Y Yarchuk S Students S S。 之前我在三维世界有一个迫切想体验的想法，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去赚点钱，但是我又觉得如果要赚钱一定会分心，所以我就在想着中间要不要找个平衡点，所以我就一直在寻找，迟迟没有一个好的方向。但是这次打坐的时候好像突然就收到一个灵感，就是说其实你只要去做服务他人的事情就可以了，然后赚多少钱都不要去考虑。以前我会把来到这个世界的体验当成我必须要成就一些石魔，但现在一下子觉得我要去服务别人的时候，赚多少那就是多少，那个时候反而就找到那个方向了，它跟打坐又不冲突。 Why 是这个意思，如果你要找到一个灵性的生活和工作状态，它应该完全是围绕灵性的意识和觉知过程的，莫有脱节你灵性认知的，这就是灵性。如果你有灵性认知，但是生活和工作完全是世俗的，为了满足自我私欲的，即便你是在做看似灵性的工作，其实也是世俗的。所以当你做灵性工作或者想体验灵性的生活，你就是在完成一个无私无我的进化工作，你不关心这个结果，你只是在体验这个过程，觉知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切，保持的心没有被过多的世俗欲望污染，你的灵性力量就不会失去。一旦你有一点点的向外求取和无意识，你会发现你的心已经不在当下了，你的心已经四分五裂，它的力量会散发到每一个可能的地方，被一切外在的人士所攫取。当你能够在做事的过程中守护好自己的心，不让它陷入诱惑、迷茫和混乱不安，这就是通过做事来修行，你的定力也有了。通过做事解决基本的生活需求，同时让你的日常生活更有条理，精神更充实，配合好你的灵性训练，对你而言这就足够了。其他的东西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会到来的，在你需要更多灵性成长的外在条件的时候，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开始，一旦开始它会慢慢扩展的。物质是服务于灵性需求的，当你围绕住灵性展开生活和工作的时候，物质需要自动会到来，但莫有贪欲在里面。当你刻意的把它看成一个必须完成的一个世间责任的话，或者必须彰显你个人的价值和成功的时候，那它就是对灵性有害的。而且你就会重新回到原来那种观念，那种三维的观念，你必须要适应社会，你必须要一个稳定工作才能生活，你必要满足家人朋友的期待等等，这对你的灵性特别是你的心轮的打开是不利的。 S， 我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我是想通过比如说赚钱，或者我感觉我能做事，有一个长久的工作，我觉得那个是在确立自我，因为我感觉我没有落地，找不到我是谁，但是这一次的这种合一的感受就化解了之前障碍我的卡点，其实是卡在整合上，阴阳的整合上，一旦统一了之后，我就觉得我不太需要去证明我是谁了。之前好像总想用一些世俗的东西去证明我的存在一样。 Why？ 对，这个就是五维的生活方式，你用合一的存在状态来生活，那它就不是冲突的，一切是随心的，不是思想观念带来的结果。一旦你有一个固定的思想模式，一定会有一个相对立的思想在暗中作对。你不是为了证明你自己，意味着你就不需要担心别人的看法。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服务本身，服务就是分享你的智慧和灵性能量，甚至不要带住我在服务他人的这种思想，然后在这种服务当中你自然会得到一种满足和成长，而且不会被所谓的责任压倒，尽可能让它自然发生，这样就莫有担忧，莫有恐惧，结果就不重要了。
但不是说你莫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，这个判断和选择应该依你的灵性认知和自我能力而起，而不是头脑的要求。从头脑式的生活和工作到随心的生活和工作，这个转变还是很重要的。 S， 现在心里特别不想工作，想逃离，一想到还要回来工作，就觉得修行的意义在哪？难道是为了工作？ Y， 但你做的工作不一样，是你喜欢的，而且你是在不同的心理状态之下，你存在一切都有意义，你不存在一切都没有意义。如果有逃离的想法，就把它变成一种热爱，不是假装热爱，而是把它看成你修行的一部分，一丝不记得做好它，没有冲突，不要敷衍。没有做好的事情会变成你将来要偿还的工作债务。从这个角度，工作和生活都是修行的一部分，所以要热爱，热爱这个考验和锻炼。如果确实不喜欢目前的工作，但是又不得不做，你就把它看成成长所必须的锻炼，是上帝把你安排在这个位置的。而消极逃避却无助于提升你的频率，这一切的考验都可以归结为保持住我在，我不是头脑中的这一切。 S， 在三维世界好像只要是工作就不会喜欢，因为我之前也这么想，把兴趣当作工作特别好，当一旦变成工作，真的不喜欢，一点兴趣都没有了。 Y， 因为我们已经对这个结果有所期待，如果我们只是行动而莫有期待呢？行动只是行动，结果则交给上帝。但是我们会主观地去设想所谓的意义，这是头脑式的生活。假如说我一定要有很多的人认可我，支持我，很高的物质回报才算是有个好结果，带住这种想法，你是做不了任何事情的，你无法坚持下去。如果你是靠弄虚作假得来的高回报，你认为你能坚持多久？这些是需要偿还的。如果你莫有真正解决别人的问题，莫有真心的付出，那这些问题的债务会停留在你身上。所以做完你该做的工作，你就放下，放下头脑的强迫症，回到你的源头休息，这样人生就很圆满。你确实不是为了工作才来这个世界的，你只是在长海过去。有些人觉得自己今生很渴望做一些事情，或者必须要完成一些事情，这些其实都和过去有关，和你的当下存在状态无关。你的当下存在状态只有合一，没有目标，莫有过程，回到源头就是源头对你的唯一期望。 S， 不存在边享受边修行是吧？那修行的本质就是苦行吗？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世俗平衡，好像不存在平衡，好像就只存在选择是吗？ Y， 也有平衡，不是没有平衡，但是有一个主次，在主次里面你在寻找平衡。比如说你不能让次要的东西干扰到主要的东西，如果你让次要的东西干扰到主要的话，那你会降低的，你确实又回到原来那种状态。但是如果你一直是追求主要的东西，你会发现次要的东西它会自动去平衡的，它会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，不是说你在受苦，其实你在达到一个更高的存在状态的时候，你是在享受，但是你的享受和世俗的享受是不一样的，那种享受，那种快乐，它是精微的，更真实的快乐是一种实相，而世俗的快乐是相对的，有乐一定会有苦在里面。修行不是苦行，很多人误解了这一点，认为必要的训练和自我约束就是苦行。修行是很快乐的一件事，只有带住私欲去折磨身体的修行才叫苦行。 S， 那比如说我现在觉得我的生活苦，然后我想通过修行让我觉得我的生活不苦，我通过能量来运作我的生活，让它有那种精微的喜乐，这个动机有问题吗？这是世俗的欲望还是灵性的？我觉得这有点像投机取巧，
Y， 心灵的渴望和你头脑的欲望是不同的。头脑的欲望是说要用一个东西来满足自己，叫做欲望，是有个客体的，它是有个满足的客体。但是心的渴望只是说你成为它，或者说你回到你最初的心的存在状态。但是你不能为满足而追求满足，这是有客体的。你所渴望的那种精微体验，只有放下头脑的一切欲望才会到来。 S， 但我认为我修行的本质还是希望我的生活变得更好。 Y， 这莫有错，它确实会变好，因为你外在的生活是配合你内在的。如果你是按照你内在的道路去走的话，你外在自然就会变好。比如说你内心越来越和谐，越来越高频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周围的事物也会变得越来越和谐，越来越带给你一些真正的满足，或者说你想要的那些东西会更容易。比如说物质上的，精神上会更容易的出现。但是如果你是反方向的，你说我先把较低的东西解决完才能修行，你就会很辛苦。因为你在较低的时间线操作的话，你要达到一个目标的满足的话，你花的时间是非常长的，它不是即刻显现的，它需要你投入很多精神，很多体力，很多能量，它才能实现。就像找工作，比如说你想找一个理想工作，你不断的去找，找了很多年都找不到，但是如果你活在你心灵的实相，因为你心在渴望一个真实的实相，如果你活在真实的实相的时候，你发现外在的工作刚好就是配合你心灵的，这个时候出现的就是你真正需要的。但是需要不等于说它就是所有方面都完美。如果你不能活在心灵的实相当中，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模样的工作，你只是人云亦云，随波逐流，伴随住挥之不去的精神压力。所以修行它不是投机取巧，它是一种心灵上的、意识上的转换，达到一个更高的频率状态，更接近真相和真理。如果你活在真相和真理里面的话，你发现外在是受你的心影响，外在是受你内心的意愿所显现的。你活在一种悲苦，活在一种未满足的状态，你发现外在的东西总是不能满足你，然后你又说我不能满足，所以我要去奋斗，我要去追求，要让我更强大，这个方向就搞错了，你就活得越来越辛苦，然后你就觉得那些物质和感官快乐是你需要的，因为你太需要自我安慰了。其实那些不一定是你真正需要的，只是暂时用来麻醉你，苦中作乐而已。你要达到你真正想要的那种快乐状态的话，你就要通过你的心，活出新的真相，让新的智慧来引领你，它会更有创造性。 S， 我下午仔细感受我的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苦。然后你那天说我一直用头脑追求灵性的时候，我本来回去的时候跟大家在一起还挺正常的，我一个人的时候就突然哭了，但我觉得不是我想哭，是我的心想哭。然后我的头脑还在疑问说我为什么要哭，然后我就马上要把这个哭又止住了，然后我就在感受是怎么回事。 Y， 头脑就是个控制狂，你的心是什么模样就让它自然而然，它要哭就让它哭，不要去控制。当你头脑一介入，你发现哭不好或怎么样，整个自然心就开始变得扭曲了。一定要自然，很自然的去生活，用心去生活，不要让头脑介入你的心理活动。头脑什么都不懂，除了一些概念和标签，它怎么能了解你的心之痛和心之渴求呢？哭是渴望，也是清理，有利于你释放一些压抑的情感。 S， 我又想到你第一次说，你说我看你挺可怜的，然后我就又想到这句话，其实我当时心里都很激动，我觉得我挺可怜的。这个可怜是因为我的心就是一直在流浪，没有找到家吗？ Y， 对，你一直在流浪，所以才说你可怜。你说苦的话谁不苦？每个人都苦，每个没找到家的人都很苦，
不是说你一个人，只是说你作为一个典型，就把所有心灵流浪的人的苦都代表出来了。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，你只要坚持新的道路走下去就可以。本影片到此结束，感恩阅读，祝福早日登出回家。